七七，七七，君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最近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啊？我看你眼圈都是黑黑的。哦，你现在是在嫌我丑吗？你想哪儿去了？难怪睡不好。姑说一个一，你都能想到十。你现在又是在怪我想的多吗？女人呐。好了，走了，姑带你出去散散心。我不去。啊，你去嘛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再不出去，我不去，你都要发霉了。不去。君上。这么多向日葵啊！好好看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向日葵啊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就没有姑不知道的。试试。哇，怎么样？好好吃啊。你试试。试试嘛。怎么了？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左眼跳得厉害。来来，干什么？来吧，来吧。君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英子说这样管用，姑试过，好像还行。啊？这口水啊！君上，君上，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君上，魏大人说有要事要禀告呢。传。啊！七七，要不你先回去，姑晚上再来陪你用膳。哦。禀告君上，属下在搜查东院柴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人。当真？属下确认过，无误。这件事捂好了，属下明白。时机到了。他们说的是谁啊？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我听？哼，那我就自己去看。终于甩掉两只跟屁虫，五杰，明明心里就有我，还假装不承认。没关系，本公主大度，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
去城里做什么呀？哼，骗子，跟我说什么回巫族，原来是去找自己的心上人了。哼，灵，这下死心了吧？你还在幻想什么？他爱的不是你。找了那么多地方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魏雪又在瞎说。琪琪，是我。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回巫族一段时间，想来和你告个别。小八就引我到了这儿，一进来我就看到。啊！还好你来了。云锦姑姑，云锦，她是太妃身边的老人了。前不久，听说已经染病不治身亡，已经出府下葬了。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她是不是死了？不对。他是中了巫术。巫术？之前你说三生花已经进了一期，所以我怀疑他就在王府。何以见得？我之前去看过赵姑姑的尸体，表面上虽然像烧焦的，可是其实是黑巫术造成的。还有就是，等会儿他醒了，应该所有的事情都会明晰了。